来，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示范如何使用这个 APP 寄钱回家。首先，先点击 Sign Up， 填写个人资料，完成后点击 Next， 设定交易密码，设定后再点击 Next， 输入个人身份、邮件、职业、地址，最后输入 Referral Code Dash 一横 TVSHE， 然后点击 Next， 恭喜成功申请。点击加额，点击 Bank Account， 输入你要汇款的数额，然后多加两块费用，例如汇款100，就加额102块。因为跟实价没有另外收费，没汇款次数只抽2块费用，所以汇款越多越划算啦。我是使用 eNest 充值，不管什么银行都很方便。充值成功，点击 Send Money， 接下来就是设定天增收款人，收款人可以是自己或其他人，选择你要汇去哪个国家。我选择马来西亚，选择收款的银行，填写收款人的银行账号、名字、电话号码、生日以及地址，然后选择你跟收款人的关系，选择确定，同意条规，然后按确定，输入一次性 OTP 密码。成功添加收款人名单，点击 Send Money， 选择海外，输入您汇款数额和海外收款银行资料，点击确定，成功。新币对马币好高哦。现在新用户第一次汇款满100有3块新币回扣，第二次汇款满100会有7块回扣，需符合条规，点击 dash.com.sg 了解更多。